优秀的员工奉行这样的理念：不找借口，找办法。办法总比问题多。这是一个充满自信的理念，也是一个更具建设性、创造性的理念。世上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，只有不会解决问题的人。任何问题只要被发现了，在认真分析清楚后，总能找到相应的解决办法。优秀的员工奉行这样的理念：优秀的员工奉行这样的理念。优秀的员工奉行这样的理念。优秀的员工奉行这样的理念。不找借口，找办法。办法总比问题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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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是一个充满自信的理念，也是一个更具建设性、创造性的理念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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世上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，只有不会解决问题的人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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任何问题只要被发现了，在认真分析清楚后，总能找到相应的解决办法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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优秀的员工奉行这样的理念：不找借口，找办法。办法总比问题多。
这是一个充满自信的理念，也是一个更具建设性、创造性的理念。世上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，只有不会解决问题的人。任何问题只要被发现了，在认真分析清楚后，总能找到相应的解决办法。优秀的员工奉行这样的理念：不找借口，找办法。办法总比问题多。这是一个充满自信的理念，也是一个更具建设性、创造性的理念。世上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，只有不会解决问题的人。任何问题只要被发现了，在认真分析清楚后，总能找到相应的解决办法。